组这样的镜头，就觉得生活好悠闲平静哈，美好。马上就让你看到不美好。然而，哟，这不傅首尔吗？这是你吗？不是，好像。有人吗？起床啦！起床啦！哎呦，好困啊，好惨的感觉啊。很注意形象。对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房东。哦哦，醒来了吧？放心。好的，谢谢。昨天晚上睡得好吗？嗯，挺好的。挺好的，这边比较安静。嗯。这个完全不注意，没有形象。你们不是在这里住一段时间吗？嗯，就想要你们照顾好这些花花草草。这一盆是经常要浇，然后还有这种开花的这些都需要浇水的。嗯，就是这些，两个人都是全是花。比如说像这些，因为开败了，就全部都要剪。像这一颗，像那些啊，被全部剪下来了，插在屋里面那一排。它会在屋里面放得更久，因为它在外面可能一天就没了。这些花啊，它可能会陆陆续续的开，它其实最多不会超过一个礼拜。这样的话实在太多了，你把它放在屋里了，放在室内了，就可以你等会就拿个瓶子就好了。然后就这样子插在瓶里就好了，就是把这个下面的叶子比较一点插在瓶里就好了。你这都记不住了都快。也确实是，这个事儿这么重要吗？非得早上8点半来说这个事儿吗？房东，花是早上浇的吧？是不是？不是，你前一天晚上不能说吗？这样太过分了。其他的没有什么了，希望下次再见你们的时候，他们还是好好的。OK， 没问题，不会让您见着我们的。什么时候来，我们什么提前跑一下。那我先走了啊。好嘞，好嘞，好，好拜拜，好嘞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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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拜拜，谁呀、啊，程程？这个姐姐是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，程程？王东姐姐。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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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兔兔，兔兔真乖，小小你真皮。小小已经完全适应了，感觉。小小就是长得小小的。哎呀呀呀呀！给你捆住了。哇，一早上我感觉我的梦里都是梦见了门铃。这真的脾气够好的。感觉饿了。嗯，我觉得吧，咱们在这个房间里尽量少提饿，否则会做饭。我们可以点一个外卖。点吧，点。我们的生活嘛，就应该这样。咱还点一个西红柿炒蛋吗？尝尝他们做的。尝尝他们做的，可以。哎呀妈呀，绕不过去了。OK， 下蛋了。哦，真的？什么？这个节目还可以点外卖呀、啊？真的，一个做家务的节目还点外卖，这个有点过分了，真的。那我出去养花去了。好，那我弄只狗绳。真是文人，大文人。嗯。像来收菜的。
你就在这儿吧，多多。这一家也太悠闲了吧！他们俩很快乐。